嚟到云大就发现咗新开嘅铺头啊！呢间铺头一共有六层楼高，空间大，加埋咁精致嘅布置，都行得好舒服。呢度一楼同二楼都系卖首饰嘅，有超过五万款嘅耳环啦、手链啦同埋戒指，仲有好多款拣嘅。唔讲咁多，等我带大家快睇一转。左右两边嘅巨型首饰墙系咪好震撼呢？款式多，而且有好多唔同嘅 style。就咁睇，大部分都唔过100蚊噶，真系买嚟做手信，喺街坊都唔觉得肉赤啊！呢度仲有好多款发饰，亦都有好多戒指、手链、颈链。至于其他楼层，包括地下一层同埋三楼，都系卖衫同鞋噶。至于四五楼就系咖啡同埋退税柜台，预计一月中先会开放。相信之后有得退埋税，一定会更加抵买。